怎啊就放喺遮啊？一声哦，搁爱开钱啊！那拢咧乱讲啦，够无公德心的啦。 这个少年精神哪会遐好？真好嘞！阿妹娘，老子，老子，啊，你搁走转来哦？哎呀，老家看哦，较爽快啦。啊，今日同款食饭完吼，你遐坐啦，啊，我遐搁有物件袂用的吼，啊，随甲你做啦吼。好啦，你豆豆来啦。 你嘛爱食饭圆对无？哦，伊这饭吼，搁香搁 Q 啦，甲阮台南的米同款的，而且内底搁有油条甲肉酥，迄口味偌好个对唔对？对啊对啊对啊。哦，多谢，饭圆哦。我明啦，你下就好啦，我甲阿妹啊吼款就好啊啦。要紧啦。哦。 食啥物啦？啊，破干嘞！拢怪我家己无细腻啦，啊，共款会用的啦。啊，奈无看阿妹啊。嘿，歹势啦，歹势啦！头家娘啊，我都昨昏考试了后，扛人去食饭，结果就困过头啊。袂要紧啦，啊，到最后国民啊来搞斗三工的。哎，李国民，你莫无用啦，这我来就好啊。哦，唔免啦，我已经收甲差不多啊啦。 啊，你的目镜哪会看起啊？拢怪我家己无细腻啦，你唔免管我啦，你去无用你的啦。啊！阿妹啊！哦，多谢嘞。 我俩准讲，我今下袂拄着你啊，想讲今下天气遮尔热，你嘛是搁出来运动啊？啊，我自细汉就运动惯势啊啦，啊，无起来走走的吼，规身躯拢袂爽快啦。我先嘛，哈。哦，你像咧我请第二碗，甲同款，啊，只是哦，你义务的啦，来啦，这个饭碗好请你啦。袂用的啦，这你也卖钱的，我甲你买啦。阿妹也是我的查某孙吼，啊，我有付薪水给伊，啊，这个饭碗哦当做薪水啦，安尼哦，我会好啦，啊，客啦客啦客啦。袂用的啦，你安尼哦，我以后唔来啊，来啦，这互你。哎呦，免啦。互你啦。哎呦，免啦。袂用的啦。哎呦，甲你讲唔免啦。 你收落来啦！哦，安尼这日子讲斗三工，啊，敢唔系我请，安尼我歹势啦。啊，你著当做我家婆就好啊啦。头家娘，你这饭圆真正足好食的呢。安尼哦，吼，安尼坐食，我开电视互你看吼。哦。但是我前线将士越战越勇，而后方军民更热烈地展开支援前线运动。哎，李国民。我是真正足好奇的呢。啊，你逐工食迄饭丸，拢食袂剩哦？我早起食饭丸哦，食惯势啊啦，一日就食饱啊，佫足省钱的呢。哦，我真正烦恼呢。啊，你遮俭，啊食唔甘食，啊穿也唔甘穿，啊你当我无寄钱互你哦？哎，想我赶快讲一声呢。无啦，阮兜有寄钱互我啦，啊我嘛有咧家教，我无欠钱用啦。 那安尼哦，你紧去甲你的爸家收理你的啦。你安尼泡一遍，是要放哪上课啊？我已经歇落，免上课啦。啊！惨啊啦！我甲教授约好啊，9点半啊袂有啊啦。啊，妹啊，多谢你提醒我啦，我要紧来去啊啦。哎呦！哎，你较细个啦。 喂，李国民，啊你是走去倒啦？你从来就捌迟到过啊？我一时无看到时间啦。你袂记啊？今仔日是上重要的一天嘞。你说，唉，对啦，老师有交代啦，讲若是拄着你吼，跟你去研究室找。啊？老师生气啊？伊会甲我断掉袂啊？这科必修我一直拢足认真嘞。 对我就唔知啊，啊，不过老师的面相是真歹看嘞。好啦，我先回去啊。不用敲了啦。 你是来找我的吧，老师好。你刚刚是什么啦？你平常啊，都会提早到的啊。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迟到的。我后来发现时间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是不是因为我的报告，所以老师你要找我啊？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Her heart is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ve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 So Eden sank to grief. So dawn goes down to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其实啊，我要跟你说的是，你的期末报告写得非常的好，特别是啊，最后面4句的翻译。这个 Robert Frost 啊，写的这首诗，看似在感叹生命的短促，其实啊，它这里面还有特别深的含义存在，不知道。 你体会到了没有啊 ？Nothing gold can stay, so just stay gold. Stay gold. 也就是说啊，我们人的生命啊是短暂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啊都一闪即逝。你唯一能留住的就是一颗美丽的心。So just stay gold. 老师，谢谢你，我大概懂了。原来老师找我是要跟我说这个，我还以为老师生气了，害我好紧张哦。其实啊，在这一届啊英语系里面，你是最认真的学生，我也啊一直非常的欣赏你。不过啊，迟到了这回事啊，不论什么原因，都下不为例哦。老师，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哦，还有啊，你的眼镜坏了吧？赶快去修理好，知道吗？我会去修的，谢谢老师。Nothing gold can stay, so just stay gold.分享我心里的日丽风和，一直在我想走的路上走着，所以从来都不觉得疲惫了。让人生不停转动，从风雨收集彩虹，不犹豫，不想太多，怕错过，不怕冲动，像地球不停转动，把黑夜转成白昼。 追求浮华的梦，用影响定义成功。嗯，图书雕真过，真正看较清楚呢。原来就是图书真假，无怪之前拢看无啥有啦。 盒装吼，落到另外这边慢慢换。阿妈，阿妈，你伫咧找啥？哎呦，少年的啦，来借问一下啦。啊，你敢知影这个住址啦？我只找半包啊，找也无。79号，79号。79号。对啊。 这到我咧迄边啦，你行着边啊啦。你迄边哦，哎，这个巷仔吼，较乱较无好找啦。哦，啊无，规日我带你去啦，来啦。带我去哟。啊，这我替你去。哎呦，太神嘞！迄边，行行。哦，到车啦，到车啦。79号嘛。79号啦。好好。阿妈，啊你是倒位人啊？我宜兰人啦，我为宜兰来啦，我要来看我祖孙啊啦。 我听人讲哦，台北人哦，对人拢足冷淡的。我今仔日看到你少年的，哦，你对人足好呢。啊，我唔是台北人啦，阮家哦咧台南啦，我是徛台北读大学啦。你读大学哦？啊。哦，读大学的人拢足牛的呢。啊，你成绩唔就足好？过会用的啦。哦。啊，唔过哦，我大学捌顶考过。顶考哦。 我祖孙啊嘛是有丁克呢，哎，即摆哪食头路哪读册安尼啦。我是对我家己有一点仔自信啦，啊我哦拢踮咧厝诶读一年诶册啊。好。讲到丁克吼，我着想到阮大兄啦，伊较头壳疼啦。啊，你大兄是安怎会头壳疼啦？是安怎啦？哎呦，怪怪。 带啥工无？唔免啦，我遮你要做好啊啦。啊，你上班无闲，规工偌点嘛？你先等伊歇困啦。好啊啦，啊无安尼我相对，啊帮我倒上看下无啦。哎，美娘啊，等伊哦，敲电话问顾面，啊看放假当时要转来啦。好，好啦，啊相对哦，好。下转来啊！哎，阿玲辛苦哦。道长，我倒来啊。哦。啊，道长，小婆我来看啦。啊，你透早去批会啊，应该忝嘛，你先去休困者啦。 国民敢有敲电话转来？应该是无。啊，我等者要敲电话问讲啥物时阵要转来。唔免啦，唔免啦。啊，这个囡仔落一向真独立啊，无啥物代志，唔免定来敲嘛，记了钱的。有代时啊，敲落啊。嘿，有一个人带一个囡仔，讲要来出头家娘啦。哦。 你是？哦，我是进前啊，我伫外时来斗三工过，迄个金仔啊，阮住伫咧隔壁庄啊。哦哦哦，啊，你找阮太太什么贵事？是安尼啦，伊着做阿财啦，啊吼，住伫咧关仔岭，搁较落一撮啦。迄个东山村遐个人啦，啊，因兜真善食，兄弟姊妹有五六个啊，不得已才着需要伊出来斗趁钱啦。嗯。啊，毋过伊遮少岁，实在是找无啥物较好的工课互伊做，啊，毋则想讲带伊来问头家娘看嘛，看会用家己留落来做工课无？哦哦。啊，你几岁？头家咧甲你讲话啊？15岁。15岁哦。哦。我你年纪轻轻就知影通甲厝个斗相共，嗯，辛苦。 辛苦。头家，啊，你感觉伊会用得留落来无？头家，你囡仔遮少岁，恐惊无啥物开来当到做工课哦。会用诶，我啥物拢愿意做，只要我有饭通食，我啥物拢愿意做。啊是啥物代志啦？啊哪安尼咧问空口大声细声啦？头家娘，你倒来啦！啊说第迄天我甲你讲迄个阿财啊，啊我今仔带来互你看卖啊，看会用甲留落来无？ 啊！你讲迄个囡仔就即个哦。嘿啊！啊那呢？遮瘦，啊你是拢无食饭哦。水票啊！哦，我想即个囡仔留我咱兜，啊你看好无？哦哦哦！这代志你做主了啦吼。阮头家哦，讲互我做主就好啊啦，伊用留落来啦。哦，哎呦，紧紧紧，甲头家娘说一下多谢咧。多谢头家娘。 嫌过摆伫遐做工课吼，是会较辛苦哦。啊，你若有啥物需要，随时甲我讲，无要紧，甲这当做家己的厝，知影无？啊好啊，啊无麻烦你啊，甲我在厝内底吼，遐物件同我写藏咧吼。头家娘真多谢呢。 哦，我有够烦恼，万一你若唔肯收留伊吼，这囡仔唔知要安怎呢？啊，等你就甲出来啊！我若要搁叫伊倒转去吼，嘛袂过心啊，对无？无你等甲因兜的人讲啦，互伊留在遮做工课，先住一年，更放心啦，吼。好啦，啊无吼都无代志，啊我倒先来转啦哈，啊好。顺行，哦好好好。 阿仔，你今日袂头面用交代我予你的啦，你是来做好运的。头家娘拢是好人，其实最近田内底工课较闲，厝内底根本也无需要人斗相共啊。啊，毋过伊嘛是甲你留落来，以后你啊认真做代志，知影无？那请问我即马要做啥？今仔工课拢做到差不多啊啦，我看你辛苦好啦。 嘿，阿仔，啊你吩咐洗好，啊正搁穿即领衫，啊敢无别领衫通穿？啊无你对我来，啊我找几领衫互你，吼。来啦。阮小弟以前的衫哦，你应该会穿哩，我找几领互你。这是阮小弟哦的册桌啊，啊，遮个拢是以前读南二中留落来的册。伊初中读的册嘛有留落来，啊，你若想要看吼，他摕看。我程度无好，应该看无啦。你要休热，啊，你若毋捌。 啊！等伊转来，你才来问。哦，啊！伊即摆人去台北读大学啦。我会当问你一个问题吗？壁顶为啥要打必胜即两字啊？哈哈，这是正经吼，中考大学时阵打的。阮小弟你国民自细汉功课就真好，啊嘛毋知是安怎，啊第一年考大学时阵竟然失常，啊考到一间伊无喜欢的学校啦。有考到就真好啊！ 啊是啊，啊而且当时阮倒送嘛无互伊压力，啊也毋过吼，我心内是感觉有一点仔可惜，因为高中诶成绩袂歹，但是放榜了后真意外，啊国民失常，考着三专诶去。阮倒送交代我带伊去台北注册，啊阮坐暗时诶车哦，坐7、8点钟，啊一透早就到台北，结果啊坐毋着车。 有够久的才找到国民的学校，结果行出一个防空，啊发现这学校吼有够细间的，啊比咱台南的中学还佫较细间，啊我都毋敢讲出来，啊我就只好甲国民讲吼，啊这间学校吼，啊真无共款哦，吼，啊注册了啊，我就带国民去买一寡生活要用的物啊。 啊，这蛇吼开袂少钱。哎，晚上有舞会，要不要去玩一下？好啊，好啊，舞会耶！上大学当然要好好玩一下啊。20，啊，国民应该是这间吧。我嘛斗三工啊，啊摒扫伊个房间，啊想讲这一切拢妥当啊，我转去吼。 嘛较好，达厝的报告。国民啊，我听人讲哦，这间学校袂歹，啊，毕业发展拢真好，啊，真侪拍电视、拍电影的，拢为遮毕业的。我要走的时阵，啊，国民嘛无讲啥。自我转来的时阵哦。 我心肝头就一直感觉怪怪，我感觉国民哦，一定有一寡话无甲我讲。哎呀，国民，啊你哪向走过来啦？我无习惯已经下校啦，我决定要重考啦。结果重考迄年，伊逐天除了食饭啦、困，就是读册。 啊，后来哦，考到辅仁大学英文系，又搁是我带伊去注册。啊，先生迄一搭哦，足偏僻，吼、哦，我真正足惊。伊注册完第二天，又搁走断，老我讲无爱读。啊，后来咧，加在吼，伊又搁走断，啊，就安尼读到今嘛，啊，目睭坐迄呢，就要毕业啊。啊，来，这是国民穿的衫，你应该穿哦。啊，来，我你。 いただきます。阿仔，去吃一瓜哦。多谢老客人。明仔载哦，你要开始做事啦，若无去吃一瓜，免浪费啦。你是莫客气哦。嘿，啊恁某今日毋是因表姊要嫁查某囝，啊你若无去互请？ 外面的喜酒哦，免啊甲阿娘手艺相比，搁敢若讲嘛是阿娘煮的菜较好食哦。这就是结婚了吼，搁带去咱家边仔的好处。算你贤讲话啦。阿宅即卖穿这领衫，敢是较早国民咧穿的？哦，啊，道上，这衫是我摕予阿宅穿的啦，啊。不要紧啦，免紧张，我毋是咧责备啊。其实伊物件本来就是爱安尼勤俭啊用啊。啊，咱国民即卖嘛袂穿的，予阿宅穿拄啊好啊。 讲啊，即个国民啦，啊，毋知伫当时即要倒转来，啊，连敲一通电话转来讲的都无啦。美女，哎，小等你食饱。敲一个叫国民咁看卖。好，我知影。 上流学生，啊你好，啊请问李国民有伫哩无？歹势啊，李国民无伫呢。哦，啊麻烦你再来讲啦吼，啊我是因大兄，啊请伊有闲吼，啊才敲电话倒来厝的。好，再见。谢谢哦，吼，谢谢谢谢谢谢。奇怪，啊伊着一向生活拢足正常诶，啊这个时阵应该去宿舍看册。 啊，这话是到底走倒位？少年的啊，我看吼天拢暗啊，你通转去啊啦，毋通搁踮遮陪我啦。无要紧啦，阿嬷，啊你的腹肚枵未啊？我来替你买宵夜好无？少年的。 啊！你应当请我食面，啊，搁切了一卤菜请我。哦，我即马要倒啊，足饱嘞，唔免去买宵夜啦。你赶紧转去啦。唔要紧啦，啊，我著等恁查某孙仔转来啊，伊应该吼足紧就转来啦。你毋是讲伊是读夜间部的？我实在吼足幸运的啦，拄到你这好心的少年的啦。袂啦，你莫安尼讲啦。哎、欸，啊你啥？ 那伫阮家门口。嘿，啊你哪在遮？李国民，你也知阮家伫遮？我哪有知恁家在遮？阿梅啊，阿嬷，阿嬷，你哪会来？哎呦，你足久无要等下阿嬷看，阿嬷就走来给你看。李国民，你哪会同阿嬷做伙啊？ 哦，这个人吼真好，你敢知啊？若无伊甲阿嬷报路吼，到即嘛还找无你咧。佮请我食暗顿，你敢知？这少年的外好咧。李公明，多谢你呢。免客气啦。阿嬷，那你今仔日啊，先给我客一个，明仔啊，我再带你四界乞头来，好吧？好啊，当然嘛好啊。 啊，尼我先来转啊啦吼。哦，安尼要转呀。嘿。哎，李国民，阿伯哦，我请你食饭完啦。哦，唔免啦，唔免啦。少奶奶，多谢你哦，多谢哦，拜拜。哎呀，我最想你耶。阿妈嘛最想你耶。 阿娘，嘿，啊，这香蕉是咱后壁家己种的哦。嘿啊。哦，啊，拄好，啊，国民党的哦，通食。哎，对啦。啊。啊，你若要转去哦，即个粿就摕一寡转去厝的，吼，啊，如我厝内囡仔通好食。好啊，啊，如吼上喜欢食你炊的粿啊。我先来上班啦。哎，啊，毋通袂记的哦，你著爱去车头载国民党转来哦。我知，我今仔哦已经同阮主管讲好啊。 啊，今仔会提早下班去接国民，啊，国民有头讲4点半会到，我会准时在这拄等。好啦好啦，啊你路骑车都较细腻哦。好啦，安尼啊，我先来去哦吼。 李国民，我们等下水哦。嗯，我一透早人是走去对。哦，这口哦，一定阁袂记早收拾啦。你好，请问李国民敢有伫厝呢？啊。 李国民哦，伊无伫个啦。伊已经返去下港了吗？这我就唔知影咧。啊，不过又讲，伊今日要坐车返去啊。敢讲，我已经甲伊相出路啊。那安尼，这个傍晚请你食啦。唔免啦，免啦，真诶好意思。 无要紧啦，因为我都伫头前早餐店打工，因为李国民嘛有甲我阿妈斗相共，我嘛想讲要甲伊说多谢，既然伊无伫咧，即个傍晚就请你食啦。好啦，既然你安尼讲啊，我就无客气哦。多谢。袂啦。这个 book 哦是书啦。 但是这个 booking 哦，就不是书了 ，booking 是预约的意思。啊，是哦，加个 ing 意思差那么多，英文好难哦。怎么会难？英文很有趣哎，你看哦，一样的字，啊只加了不同的字母，那整个意思就不一样嘞。你不觉得很像变魔术吗？背单词好痛苦哦。你不要这样子想啦，你看哦，你一天背5个单字，啊这样累积起来就很可观嘞。 你没问题的啦，加油！哎，老师，这个饮料摕去冰啊？唔免啦，不要紧啦，你看天气还热着。卖啦卖啦，不要紧啦，你无咧赶时间，这个饮料摕去冰啊？啊，厝头家，我袂记，我会坐车返台南啦。哎呦，我底要袂赴啊，我要紧来赶车啦。你饮料摕去冰啊？唔免啦，迄是你爱卖钱，你唔免请我啦，我要紧来去啊啦。 后面应该是这几班啊。奇怪，我著过2班车，啊，搁未看到国民。敢咪提早到，我甲你先转去。 啊，国民，坐安尼啊？啊，国民是倒来袂？无啊。啊，我去找看卖。啊，人毋是你去载，啊，但是载袂倒去啊。看到我爱坐1班车啦，啊，即马遮远啊，大兄应该是转去啦。赶紧啦，规矩走转去哦，顺便运动啦。啊！你脚踏车是安怎？啊，唔知安怎，煞歹去呢。歹去哦。我来看卖啊啦。阿伯啊，嘿，啊你这脚踏车链啊卡掉的，哦，我甲你牵去脚踏车店修理啦。好嘞，好，多谢你，多谢。没啦。 阿弟啊，我替你倒圾啦！啊，唔免啦。哎呦，啊你才瘦着，啊年纪叫我才细汉，来啦，我紧啦，我替你倒圾啦。多谢哦。啊，你是带这个庄仔哦？我哪唔捌看过你啊？我是最近才来做事的，阮家伫关仔岭。哦。啊你国小是毕业袂啊？ 啊，那会无继续读落出来做事啦？我无法度继续读，阮兜需要出来趁钱。啊，你家己咧啊？你家己敢有想要读？阮爸爸讲，厝内无钱的囡仔着只好认命。无一定咧，迄唔管有钱无钱吼，拢会用靠家己的啦。你若想要读吼，你要按这个方向去打拼就好啊。无要紧啦。 我即摆咧做事的即家伙啊，对我足好诶。较早伫阮兜，敢若会用食番薯糜，即摆来到遮，阁有白饭通食，已经算足好运啊啦。哦，也是安尼啦。我初中吼有留一寡册啦，啊，我摕互你好无？啊，虽然你袂用去学校吼，啊，你有闲时阵应该读一寡册，对你嘛较好啊。咱才头一摆见面，你就对我遮尼好，我真正毋知要怎感激你。哎呦，迄无啥啦。 迄册放阮兜，我嘛用袂着啊！啊，来啦，我先替你塞回去啦。哦，唔免啦，你紧回去啊，啊无耽误着你的时间。哎呀，袂啦，啊你遮细汉哦，啊一人塞这遮重的物件，我看落嘛不忍心啦。行，我替你倒塞啦。多谢你哦。啊我拄则有看到你红啊红一搭，迄是安怎受伤哦？我妈妈讲，迄全部做记号啦。 会保庇囡仔顺利大汉。多谢你，我已经到位啊！啊，你嘛住喺遮哦？对啊，我著伫咧即号说你因兜咧做事。哎。 我隔壁哦，大爷，转来啊嘞！我自下晡开始，到厝的车站爱来回一直走，我连像咱来四界都去找过啊嘞。大爷，是嘞啦，啊，我著想讲，我换几啊班车，我著家己转来啊啦。哦，嘿，啊，你熟阿才哦，啊，无你哪甲阿才同齐转来？你叫阿才哦？哦，安尼才拄啊好，你踮咧阮兜斗三工哦。 原来你就是伫咧册到头前打必胜的迄个国民哥哥哦。嘿啦，你叫我李国民就好啊啦。哦，啊有够拄啊好的呢。嘿啊。啊，你哪会到即马才转来？啊，你是走去倒啦？啊，拄啊，逐个拢替你遮烦恼呢。啊，尤其是你阿兄啦，安尼走出走去走几啊转呢。大兄，是的啦。无要紧啦，啊平安转来就好。 哎，要唔赶紧来桌上，甲阿娘请安问好。哦。桌上，阿娘，我回来啊啦。啊后来吼，我才发现，我行迄条路吼，是探到树篮内底去啦。啊，迄个所在吼，啊拢无大人哦，啊一支电话条也嘛无啦，哎，黑黑暗暗啦。 然后，啊，我就听到一个怪声，啊，我就真足看哦，迄树篮啊内底差不多有十几对目睭安尼，痴愣愣一直甲我看哦。按着慢慢接近，我就知影讲啊，我去野狗围掉的啊啦。我越头吼，无第二句话，我就拼命走，一直走，一直走。哇，遐野狗一直掠，一直掠，一直掠啦。啊，我有几间吼，真正有感觉我险险啊去哦，迄狗咬着我的裤呢。啊，然后咧，我然后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我嘛唔知我走偌久啦，啊我走转来大马路啦，啊等我确定哦无野狗掠起来，我才停落休困啦。哦啊我休困的时阵嘛感觉奇怪哦，啊我感觉奇怪，我的裤底哪会凉凉啦？啊结果我一看，哦我裤底破一大空呢。你是想叫狗狗？无啦，我吼是走伤紧，脚拍伤开哦，无细力裤叫我扭一个破去啦。你哦，啊要生狗狗，莫问我清楚啦。啊，若真正叫狗咬受伤，要安怎？啊，若去互狗咬着，阮嘛是我的唔对啊。啊，遐野狗，嘛是咧保护因的地盘啊。好啊啦，啊够讲话，紧食啦。哦、来，你也食两个来，去食一罐。靠边啊！小等你食饱起来找我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讲。哦。多少？啊。 あ、どうぞ座ってください。時間過了真緊啦。明年的熱天都要畢業啊呢。有想過畢業以後要做啥物無？有啦，我攏有咧想啦。我想要考導遊，啊一方面吼，會用繼續加強我的語文能力。 另一方面，会用去世界其他的国家去行行看看的。啊，我阁有两年兵还袂做，我会好好拍算。杜松，你毋免烦恼啦。杜松，啊无代志，我先入来啊。啊，你较早休困下啦。じゃあ、おやすみなさい。 你哪袂转啦？烦恼你啊！安怎？啊，杜松，甲你讲啥？吼，伊咧问我吼，毕业了后有啥物拍算啦？吼，原来是为着即件代志哦。看来是我加想的啦。你无方面就好啊，吼。诶，啊，你目镜是毋是歹啊？啊？吼，我哦。 无细字去甲打一个歹去啦，啊糊糊黏黏的就用个啊啦。来，这吼钱摕去配一副新的目镜。哎呦，免啦，收落来啦！你若无收，我要生气，我来讲哦。你读册人吼，目睭爱顾好，哦，啊，即几工找一下机会去甲目镜配配，知哦？安尼我就无客气啦。啊，我先转去哦，吼。 啊，等者安尼啊，当然是你来讲。啊，我明仔载下班，啊才过来。好啦，啊我再回营去甲嫂啊拍一下招呼的。啊好啦，先来走。哦。阿姆，甲我走！哦，国民啊，你去台北转来哦。对啊。哦，唔得，好。阿姐，阿珍，姐啊，阿姐啊，姐啊，阿姐啊。 透早，一个人拢无啊！你又过来找迄囡仔，啊，定免找啊！唔啊，好好一个囡仔，啊，来忽然间就死去啊！我感觉吼，有足侪代志袂用阁等以后啊啦，从即马开始吼，我若想要做啥，我就一定要尽力去做啦。我袂阁家己吼，像今日安尼遮尔后悔啊！ Beautiful dreamer. Wake on to me, starlight and dewdrops are waiting for thee. Sounds of the room world heard in the day, lulled by the moonlight have all passed away. Beautiful dreamer, queen of my song. List what I would be with soft melody. Gone are the cares of life's busy throng. 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 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